据新华社消息，广电总局10日通报，44条电视购物短片广告被停播，并表示接下来将禁止在电视剧片头之后片尾之前插播广告，且禁止用贴片广告覆盖演职人员表。被禁播的44条违规电视购物短片广告涉及手机、电脑、化妆品、美容产品及投资收藏类商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类型。这些广告不同程度存在虚假、夸大、误导消费，使用主持人新闻报道形式做宣传，叫卖式推销或者未标注经销企业名称、无退换货承诺等违规行为。此外，在通报中，对于电视剧普遍存在的片头片尾贴片广告遮挡人名，以及电视剧片头之后片尾之前插播广告的现象也做出了规定。广电总局负责人表示，下阶段将禁止这些干扰性广告的出现。其余娱乐，北京报道。